住院期间，台北慈济医院每周六下午的解闷时光，享用茶点看表演。其实每一次在演出的时候，我都希望着说，我们的音乐，包括我们的舞蹈，可以让这些病患减轻精神上，减轻少许的一个痛苦。手中的一盏灯点亮星光，流下的眼泪洗去辛苦，化为祝福，逐日康复。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快乐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，萧静文、邱一鸣、翁金元台北报道。